你别送我啊！注意安全啊！好嘞，放心吧。茉莉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我听见爆炸声，想看看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。没你事儿，休息吧。那行，你也早点休息。嗯。 谁让他回家的？你让他回家的吗？他怎么能回家呢？现在外面那么危险。干嘛对我这么凶啊？人家也是一心为你啊。怎么回事？我不喜欢被逼问。小燕同志啊，请问怎么回事啊？茉莉，听说咱们又捕行动不顺利，他主动提出来参加行动的。那参加行动跟回家有什么关系啊？ 你说又凶了！哎，他回家干嘛呀？他回家拿衣服，说是参加行动用得上。那你怎么没跟着呢？我是说要去呀，这我不是去签急件去了吗？我说让他等我，谁知道他这么着急呀？哦，那你急件签完了吗？啊，那你先忙去吧。没事了。啊，谢谢。
好喝吗？这些日子你就一直住在这儿吗？你一直跟共产党混在一起，是他们救了我，我才能活到今天。是吗？把我们分开之后所有的事情，原原本本的告诉我，一个细节都不要漏掉。你都能到区委大门口去找我，就没有什么你不知道的了吧？也不尽然，有些事情我还是不清楚，比如，你有没有背叛我？我再说一遍，我没有。你跟他们怎么说的？我还能怎么说？我只能撒谎骗他们，说我是南京的大学生。被特务从北平绑到了锦州，我还说了，我有个未婚夫。你的未婚夫是说我吗？没错。为什么要把我的事情说出来？因为我在做梦的时候不小心叫出了你的名字，武阳，武阳，茉莉，大姐，你做噩梦了？你好像一直在喊一个人的名字。谁啊？吴阳，他是我的未婚夫，他死了。算是个说法。那你为什么要去海通当铺？那里为什么会有埋伏？你给我留的记号我才去的，别的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是一直在找我吗？我送你的那块表呢？一句两句说不清楚。哦。这是什么？是不是很熟悉？是不是觉得很奇怪？这就是我在海通当铺找到的，你要不要解释一下？就把我这块表啊抵押在您这儿吧。来，老板。不是，这。现在可以拿表了吧？不是，我不把表赎给你们。确实是小店出事儿了。那我的手表呢？那表我后面就没有见过，可能是他拿去当了，也可能是一起卷了逃跑了。我都说了，这是一个意外。意外，这个解释很有趣。林武阳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们分开了这么长时间，你不问我过得好不好，过得苦不苦，反而这样讽刺我，你到底想让我干什么？林武阳对茉莉展开温柔攻势。他深深知道，茉莉的弱点就是心软重情。只要能骗过她，感动她，就能利用她为自己的疯狂计划服务。
这段时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，一切都变得面目全非，太多的人和太多的事儿，我没办法相信你。那你为什么现在相信我了？你没有骗我。马龙反复思索茉莉一直以来的行为，心中不由得产生了疑惑。他来到茉莉的住处，想找她问个清楚，可是茉莉却不在。马龙只有一边静静的等候，一边思考着。在锦州那场爆炸，是不是你做的？说呀，是不是你做的？我没有。你撒谎！解放军的勘察队都已经告诉我了，那场爆炸不是意外，是人为所为。你还想说你不知道吗？茉莉，我知道你心里头有怨气。怨气？你知不知道我也在里面？你知不知道？我知道。知道你还要炸死我？你是铁了心的要把我炸死吗？我发誓，我从来没想让你死过。轻视危机，那只是个意外。意外？这个解释实在是太有趣了，实在是太有趣了。你撒谎！如果有的话，你就不快在锦州爆炸那场弃我于不顾，让我自生自灭，你撒谎啊！茉莉，我清清楚楚地告诉你，我曾经下过命令，让彪子三分钟之内把你带走。但是我安详起爆器之后，我才知道你在那儿。轻视危机，我真的没有办法选择。刘洋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在锦州那场爆炸中死了。现在站在你面前的只不过是一个魂魄而已。茉莉，我知道因为我这段时间你受了太多的委屈。如果你不相信我，如果你觉得我在欺骗你，如果你还在恨我的话，杀了我，这样我就解脱了，我不用活在纠缠跟痛苦当中。我求你了，杀了我。就在茉莉和林武阳纠缠着的时候，马龙心中的焦躁已在随着时间增长而加剧。他希望茉莉能马上出现，并带着无可辩驳的理由解释这几个小时的失踪，但是茉莉却始终没有回家。马龙心头的疑虑变得越来越沉重。你会惊奇地发现，在那么多的小事背后，却隐藏着惊天动地的大事。真的没想到，我真的很欣慰。我们都是一样的人，只要我们活着，就会按照徐主任的命令潜伏在沈阳，跟共军血战到底，对吗？你干嘛？林武阳，我到沈阳来并不是遵循徐主任的命令，我是来找你的，是因为我想你，我需要你，我才来找你的。不是，我不明白了，这有什么不一样的呢？我们现在见面了，只要我们在一起并肩战斗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女人，我不想做你的帮凶。吴阳，我明天就去买火车票，能买到哪就是哪。我们离开这儿好吗？不明白了，为什么要走呢？茉莉，这是一个机会。当我穷途末路的时候，老天把你赐给了我，我们应该懂得珍惜。跟我在一起好吗？可是我不能再欺骗他们了。不会的，这么长时间了，你都安全地待在他们身边，说明他们没有怀疑你。但是根据你刚才说的，他们并没有完全地信任你。你跟他们说的绝大多数是实话，他们根本查不出纰漏。问题应该出现在你跟他们平时的交往上。可是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？我在帮你分析啊。
林牧阳，看来你还是和原来一样，在你的心目当中只有党国，根本就没有我。那我来沈阳干什么？根本就没有用，对吗？茉莉，你听我说，听我说，你知道你放弃的是什么吗？以你现在的位置，能帮我建立想象不到的功勋，难道你要放弃吗？我根本就做不到。你能做到。你还记得，茉莉，你现在的位置真的很重要。只要你愿意留下来，只要你愿意帮我，我一定能完成我的使命。那之后，我会带着你远走高飞。你把我当什么了？我把你当什么？你是我最爱的女人，我要你当我最得力的助手。我现在需要你留下来帮我，好不好？老大，咱们俩得离开这儿。为什么？他不同意合作，这就很危险。而且共军现在到处在找打黑枪的人，很有可能摸到这儿来。茉莉恨自己的软弱，恨自己为什么会屈服于自己的冲动而跑来见他。林武阳是不会改变的，他早已经丧心病狂，丧失了理智。走了一夜，也在思想上挣扎了一夜，好不容易才得到了重生的机会，却要被林武阳亲手毁掉了。对于这个人，茉莉已经不再心存幻想，知道无论自己再怎么劝说，林武阳都不会放下心中的执念。以你现在，他不知道今天之后该怎么办。茉莉恨不得杀了自己，为什么事到如今还是狠不下心来举报了这个魔鬼呢？难道这就是他的宿命吗？
莫莉。马龙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不知道吗？你们这的烧饼是全沈阳最好吃的。这不早起赶不着啊？你也那么早？嗯，我习惯早起。我看你这精神不太好，是不是昨晚没睡好啊？没有啊，我昨天其实挺早就睡了，可能是睡多了吧。哦，来，赶紧趁热吃吧。我吃饱了，有些不太舒服，先回去了。你自己慢慢吃。在他面前的话岂不是全都穿帮了？他一定会怀疑我为什么要撒谎，到底该怎么办？师长天不亮就打来电话，那个汽车的来源已经找到了，三大队正和公安局的同志一块查汽车曾经停放的地点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军管会的领导也打来电话了，让咱们所有参与马兜铃案件的小组展开自查，看看内部有没有泄密的可能性。发什么呆呢？跟你说话呢，听见没有？啊，你接着说。泄密电话查到是从那个小卖部打出来的，但是这个小卖部的老板呢，不能够提供打电话人的任何线索呀！我真服了马老，这种案子怎么查？真不是我们这种从野战部队改编下来的人能打得了的仗啊！这是，你跟我说说，查谁呀？谁有疑点？啊？大军，咱们现在不用查了，我这儿就有一个现成的嫌疑人。谁呀？莫莉。什么？来，来把水喝了，你冷静一下。行。你真的怀疑莫莉？我跟你说啊，她在撒谎。撒谎？怎么了？昨天晚上她一宿都没回家，可是她骗我，她说她一直在家里头。我现在正式的向组织申请把她拘留审查。昨天晚上莫莉回家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不对劲。我跟到她家的时候，你猜怎么着？根本家里就没人。我在她家坐到今天早上天亮，回来以后我见到她，你知道她说什么？她跟我说她习惯早起。早什么起呀？昨晚上一晚上都没在家，她上哪儿早起去？你等会儿啊，你说的我有点懵。
让我再捋捋。你捋什么捋？赶紧下命令抓人！别胡闹了，抓错了怎么办？抓错了算我的。老罗，这事儿千万不能出门，你听我的啊，别冲动。你干嘛？打个电话。哎，韩姐，你听我说，先不要声张，把茉莉先给我控制起来，赶紧过来跟我开个碰头会。茉莉还没上班。啊？老罗，茉莉今天没来上班怎么办？啊？你等下，我跟马龙马上过来啊。老罗，快点！封锁所有的交通口岸，全程搜捕茉莉。快，封锁口岸，搜捕茉莉。是。欺骗他们了，还是快点带我一起走吧。你要是不答应，我们全都会死。听话，回去。可是我害怕。茉莉，这个世界上最不希望你出事情的人是我。不要，照我说的话去做。赵大军，马龙还没有找到茉莉。没有。你看看，你看看。我之前怎么说来着？我一直觉着茉莉不对劲儿，你们没人信呀！别吵吵，事情还没搞清楚呢。你还想怎么搞清楚啊？这都过去两个多小时了，茉莉把所有自己的衣服都带走了，就把军装留下了，这不是逃跑是什么呀？啊！赵大军，赶紧！你给我放下！我建议你马上给军管会报告，让军管会立即对茉莉发出缉捕令，快打呀！别胡闹了！你不管是吧？你不报告是吧？行，我这就回区委，发动所有的干部，让大伙参加搜捕。潘杰，别捣乱了好不好？没搞清楚的情况下，只能由我们出面秘密搜捕。事情没搞清楚，万一搞砸了的话，你怎么收场？赵大军啊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连马龙都觉悟了，你怎么还袒护他呀？我怎么袒护他呢？我告诉你啊，如果茉莉真的是从你手上逃跑的，我看你怎么跟上级交代。你这是对革命事业犯罪，知道吗？你都上纲上线，还革命事业犯罪？姐夫，怎么了？茉莉找到了，听见没？啊！人在哪？就在前面那间屋子里面，我是看他进去了才跑出来给你们打的电话。看清楚了，确定是恶魔中校。华生会，我都认识他。
走。茉莉的心软，使得她又一次欺骗了马龙，误导了马龙的整个行动。恶魔中校又一次逃脱了，这使得马龙对茉莉原本已有的怀疑进一步加深。我搜。师长，那个地方的确是恶魔中校的藏身处，可是茉莉告诉我们的时候他已经跑了。是，我马上把情况写成材料汇报上去。明白。我今天早上回家准备收拾行动的便装来工作，后来在大街上就看到了电车上面有一个人特别像恶魔中校，我是怕他跑丢了才追出去的。看他走进了他落脚的地方，我才出来打电话，是小燕接的。茉莉，为什么你不早点报告？我当时太紧张了，我生怕他跑了就跟着他，在路上我也没有碰到我们的同志，到后来我看他进了屋才确定他就住在这儿。马龙，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情了才让他跑了？没有，你作为一个没有经验的同志能做到现在这样已经非常好了。可是你确定从始至终的每一个细节你都没有落下吗？应该没有了。从昨天下班回家到刚才打电话报警，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话吗？有没有落下？面对马龙咄咄逼人的气势，茉莉深深感到害怕。事已至此，他没有选择，只能继续撒谎。再想想，对不起马龙，我确实撒谎了。我昨天晚上没有回家，我今天早上在饭铺，不应该骗你。昨天晚上干嘛去了？我去找吴阳了。吴阳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是，他是死了，但是我不相信他就这样的死了。我就去我们曾经去过的地方，我以为还能碰到他，甚至那些你们给我地址我没有找过的地方我都去找他了。我不相信他就这样死了，但是都没有。我只不过想去缅怀他。那昨天晚上你在外边走了一夜？后来我去了一个教堂，我在那个教堂去跟主说话，想让主把我的心里话告诉他。我现在过得很好，我正在拿着他的枪走他的革命道路，我想让主知道他是一个特别好的同志，他是可以上天堂，他也一定能上天堂。那个教堂在哪？在城东。我也不经常去那个地方，昨天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怎么就那么鬼使神差的去了呢？茉莉，这些情况为什么你不早说？难道你不知道吗？你一个人在外边转悠，你就不怕恶魔中校把你给打死？他要是能把我打死就好了，你知道我一个人在这世界上就像孤魂野鬼一样吗？你在说什么？对不起，我知道我态度不好。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是不是因为失去自己最爱的人，所以会这个样子？茉莉的解释并未能使众人信服，马龙始终还是心存怀疑，他隐隐觉得茉莉的背后有着惊人的秘密。马龙，你真的相信茉莉说的？哎呀，谭杰，马龙，你到底怎么想的？你信吗？倒是能说通，你说呢？说得通。你看，刚才发现的那个安全物，肯定是特务的一个藏身处。
而且范围也是在马龙划定的范围之内，可以确定黑枪从那儿打出去的，一切和我们的判断对得上茬口。但是我还是觉得茉莉的话有问题。别绕弯子了，说结论。如果非让我说一个结论的话，我选择控制茉莉。马龙，这样吧，我现在去那个安全屋重新排查，今天搜捕茉莉的事暂时先往下压一压，别外散，等我回来以后再说。好，去了。哎呀，谭姐，回去之后啊，好好的安抚茉莉，记住了，让她一分钟也不要离开你的视线。明白。我可提醒你啊，在没有确切的证据之前，他只是个嫌疑人，我们这么做只是以防万一。哎呀，放心吧，我一定啊对他笑脸相迎，让他觉着我们没有怀疑他，是信任他的，他是个好同志，行了吧？别跟我开玩笑，这事儿很严肃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安排好的。茉莉，你怎么没吃饭啊？我刚才不舒服就没吃。来，您坐。我不坐了，不舒服啊也得把饭吃了，尤其今天吃饱了，晚上你有任务。什么任务啊？今天不是中国的元宵佳节吗？正月十五啊，咱们呢得到南下的干部团去慰问，到时候跟战友们一块包包饺子，搞搞联欢什么的啊。哦，对了。你在育婴院的时候过年吗？我们不过年，不过啊我们过圣诞节。洋节呀？啊。哦，吃饺子吗？我们不吃饺子，我们呀有圣诞树，树上面都是礼物，然后大家一块儿唱歌跳舞。哦，还跳舞？跳什么舞啊？华尔兹。什么兹？华尔兹。你会啊？会啊。你跳一个我看看。一二三啊，转一个圈儿。来，你手放这儿，往退那个腿啊。一二三，退掉，再退，然后再转个圈儿。这个一点都不好看。我告诉你，茉莉啊，咱们中国人啊，过年就要有个中国样，有个中国味儿。跳什么洋舞，过什么洋节呀？咱们战士们那都扭大秧歌。这样，晚上啊，你跟我一块儿，咱们一块儿跟战士呢包完饺子，然后搞联欢会，活跃气氛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啊。赶紧吃，吃饱了晚上执行任务。快吃啊！好，您慢点啊。哎，快吃吧。啊。哎，小心啊！快点，慢点啊！别走。小燕儿，哎，姐，你们这干嘛呀？搞慰问呀。对，今天不是元宵节吗？大姐说啊，晚上搞个联欢舞会。真的？哎，那太好了，我也要参加。你去干什么呀？你别添乱啊！姐，怎么我参加就添乱呀？我能帮忙。说吧，包饺子、剁馅、擀皮儿，你让我干啥？我啥都会。我这么好劳动力，你们不用，亏大发了啊！行，走吧。行了，走。走，那你放下。慢点。面对谭大姐的态度，茉莉心中不免有些后悔，她不该听了林武阳的话。而与此同时，马龙已经带人采取进一步行动，决心一定要把恶魔中校给抓出来。他相信等抓到了人，茉莉背后的秘密自然也就水落石出了。